广东这个打边炉就是要原汁原味，要吃出海的味道。这来停不下来了，吃了这家的不想吃别家的。<笑>我们在他每天要熬10个小时，10个小时才能保住我们汤的那个原汁原味。 感觉所有的鸡都是好鸡，都不错。我吃这个口味，这个香越吃越香。我今儿得多喝300酒。哈哈哈哈哈！一股肉口感是相当巴适，还有牛筋的那种脆。 感觉它有人情味儿，不仅仅是赚钱。